蹲蹲蹲蹲蹲，不，你看跑不好快。哇！你知道我来了。啊！我要去。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是旭，我是雅思。今晚的是 Free Fire 团队突袭卡拉哈里地图的野配。那我们看一下配到的队友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队友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超级裂空座，我不喝拿铁。好，那我不要喝。等下晚一点再来看。他马上开麦，听起来像小朋友的声音。希望他们可以跟我共度一场。完美的战斗，好，我们这场先绕左边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敌人，好像没有敌人要绕左边的样子，应该是可以直冲，然后做个偷袭的动作。没有办法，我就是娘嘛。看一下啊、哦，没人，好像在楼上吧？哦，那个看到了，等下这窗户是。那个窗户居然没办法穿，没办法穿透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照理来讲应该可以穿透吧？你们在干嘛呀？啊，打二，顶个包，直接冲过去找敌人杀，剩两只，队友倒一，喂，为什么后面那个队友倒了？好吧，来不及，没办法救，等一下哦。二打一，三打一，左边 ，OK， 台江炮头解决，一比零，耶，我去，再来吧，看一下我买什么枪，我想一下哦，MP5 好了，买个凝胶哦，头盔也可以买一下，我比较富啦，拜托。他们在讲什么？什么？下次我不跟你玩，听不太清楚。他们是吵架、啊。好，再来吧。这场绕右边哦。哎，敌人在打三号。四号也扣血。三号跟四号是在后面啊，二号跟我绕路。哦，敌人都在中间，可以偷，应该可以偷。等一下啊、哦！他说：“不要吃我东西啦！”还有一只在这里，啊，没得到枪，可惜，没关系啦，至少收掉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在附近？哎，我没看到人哦，底下有一只，啊，瞄不太到。这边，可以全面，行。二比零，哎，这场还蛮顺的，感觉没什么大问题啊。队友好像也蛮有观念的，看起来至少有一些观念啦、啊，会绕路，然后会杀会射，做个王座。哎，这个二号在跟我蹲呢，他是不是观众啊？这个有认出来，另外两个没有认出来，搞不好没在看我影片吧？我发现有些其实不是每个玩游戏的人都会看 YouTube 啊，所以。不认出来是很正常的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绕上去好了，看一下敌人会不会在这里？没有，有一个队友要跟我走，应该是二号吧？对，二号，二号跟我绕，看看敌人在哪里啊、哦？嗯，没看到，人呢？哎？我完全没看到人欸，我到这边念都没有人，到底去哪里啊？该不会走楼下吧？该不会去楼下了吧？完全没看到人啊，我没被毒死欸，回跑了，哎呦，哇，队友一个倒了，
敌人好像都在对面四个桶子那边吧？哎、欸，倒，哇，两个队友倒了，等一下我过去支援。在哪里啊？应该该不会在都在桶子附近吧？哎哎哎，全倒！等一下，这边我要一打四了，不过现在变一打三了。在哪里啊？好像在箱子啊，看到了。好、啊，没抬到，可惜。好、啊，来不及啊，来不及捡包，算了，只能用 NP5 打到底了。哎、欸。等，不，你他手速好快。谢谢啊、哦，单身十年手速啊，不快不行啊。哇，这个怎么办？他在对面，这我可能只能想办法跳过去。不过我要先架一颗凝胶挡住他的视野。后面有个岛，好、啊，架一颗凝胶差不多了。他应该是拿散弹枪。OK 了，来喽，嘿。OK， 岛二。剩下在楼下，两个都在楼下。OK， 拿到枪，沙威玛拿一下，掉下去了。一对一决斗，叫你叫。他们掉下去了。来了，哎，可以，他被堵了，他血比我少。OK， 全灭，一打四，成功。那如果各位观众有遇到那个敌人在刚刚那张地图是在楼下的，可以用我这个方法。对，只是说你架凝胶手速一定要快，不然你跳下去的时候会顿一下，敌人会趁你顿一下的那个瞬间去打你，但敌人的反应不可能快到那种程度啊，所以你只要手速够快呢，你马上跳下去架凝胶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。对，OK， 刚刚那个队友很赞叹啊，一直哇哇，可以赢得队友的赞叹声是我的荣幸。OK 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啦，3比0最后一场了吧，这一场赢了应该就结束了。好，那我就去送死了，拜拜。这边一只，哎，对我说要去送死，为什么？OK， 倒一，这个应该给队友补好了。我看能不能绕背偷。哎，队友倒了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倒了两只？然后被打死哭，哎呀，闪亮枪，等一下，哇哇，不行。日本等一下，我要先闪！哇啊，来不及！好 ，OK， 队友帮我把它补掉了。接下来要救，可是要架凝胶。OK， 我没。要架凝胶，先架凝胶。他在干嘛？太完了！哎、欸，他刚刚按救，只有救到一半，突然不救了，然后掏出凝胶，然后凝胶也没有加，差一点，可惜。好吧，3-1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有三次，还有输两次的机会啊。OK， 这场目前九杀，来吧来吧，希望这场可以获胜啊，这样就可以再少打两场了、啊，少打三场。枪你要吗？我有两把。这个二号应该是观众，他一直给我蹲。我有三把。好，绕路。你都不给我。看一下敌人在哪里哦。好，然后机甲冲锋，我现在是拿 MP40 机甲冲锋啊，还蛮多观众之前的影片好像没看到啊，哎，这边有一只。OK， 导音就是啊，我团队突袭大部分时间都是拿 MP40， 机甲冲锋的部分，不是拿闪耀黑桃。我有闪耀黑桃，我经典模式偶尔才会换成闪耀黑桃，因为我希望经典模式拿闪耀黑桃，团队突袭拿机甲冲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机甲冲锋它有加射程，然后闪耀黑桃我忘记是扣射程还是没有加射程，反正至少它没有加到射程。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团队突袭很喜欢用冲锋枪一把打到最后，就是如果钱不够多的话，那 MP40 如果射程短的话，我就不能。这边有一只，加一下凝胶、哦，等一下。MP40 射程短的话，假设我没有钱买步枪，也没有捡到步枪 ，MP40 在射程短的话，我就不能打中距离或远距离，因为射程太远，伤害会很低啊。所以说团队突袭我喜欢用机甲冲锋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会有时候会因应打的模式不一样，我会换一些涂装啦。哦，队友把它补掉了，赢了4-1，可以，跟那个三号四号说个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用一个爱心，然后再玩。好，你看，我们这场11杀，然后输出3000多，
OK 啦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总共17杀啦，加队友的几杀。然后他们在那什么猎工作，我不喝拿铁。等一下，你们认识我不喝拿铁，不认识我，太夸张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加帮你小铃铛。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假日的话是早上9点。暑假的话，早上9点也会发影片。平日的话，记得准时收看。下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